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听经大家大好，咱继续来研究《大乘大集地藏十顿经》，请各位从经翻开第四页，第四页诶，一个头前算倒过来第二段，讲到第三十九种诶，一个音声。叫做处于一切诸佛大海生，进入一切诸佛的智海，诸佛修行及伊的智慧。而这个《华严经》卷二十七讲，有十种的德，亲像十地菩萨入了这个佛的智海。那么这十种呢，第一就是处地渐深，譬如欢喜地的菩萨在咧修行，成就伊的大愿。第二不受思思，就譬如亲像离垢地菩萨在咧修行，入了佛的智海，获得功德清净，离垢离诸垢染。第三种就是以水入色本明，譬如法光地菩萨修行入佛智海，该获得平等功德，舍离一切假名。第四种叫做普同一味，譬如阎浮地菩萨修行入了佛的智海，获得无差别功德，依佛如来同一体相。第五种就是无量珍宝，譬如南圣地菩萨修行入了佛的智海，摄广大无量方便利益众生。第六叫做无量智地，譬如现前地菩萨修行入佛智海，摄得甚深功德，利益众生。第七种叫做广大无量，譬如亲像观世音菩萨修行进入佛的智海，获得无量功德，用着伊广大觉慧观察诸法，无有穷尽。第八叫做大心所居，大心就是咧指困境之类，就是譬如像不动地菩萨，伊修无功用行，入了佛的智海，摄住一切功德，以无量的心现广大庄严。第九叫做呢，调不过限，譬如善慧地菩萨修行入佛智海，获得何事功德，离世间随机受法。第十普受大悟，譬如法身地菩萨修行入佛智海，获得何事功德，受如来大法，分悟而无厌足。这十种就是咧说明讲，这种的这个音声。在这个音声内中，诸佛的智海，譬如亲像大海，包含着种种的这个功德。那么以上就讲了八千微妙之音，其中所讲出来，咱本来头前面讲三十七种，唔对起，就是总共有三十九种的音声。
这三十九种的这个水相音声，一直拢有伊的包含，甲伊的意义，咱拢总甲各位说明介绍完了。下面咱就要来看这个呢中行的文，请各位从经看第四页。第四页中行的文呢，逆时一切诸来大众罕见如是种种混物，亦闻如是诸法音声，虽以所闹各见其心，种种香花宝石衣服之所庄严，又各自见两手掌中持如意珠，总是一一如意珠中有种种宝，又将一一如意珠中放诸光明，因光明故，一一有情皆见十方境界三等诸佛世界。即马咱暂请把这个文看到这，搁看倒转来。逆时一切诸来大众，这就是讲头前面，咱以这个迹象，用这个迹象，就是讲用亲像咱唱念这个诗啦、词啦这种呢，咱头前面就是咧介绍。才有香花魂物所产生出来三十九种音声。那么三十九种音声介绍完了后，迄个时阵安尼叫做逆时。逆时一切诸来大众罕见如是种种魂物，亦闻如是诸法音声，随意所闹，这就可以代表讲大众。当时拢有看到这个水相，也上面这个云啦、雾啦、水相啦，以及这三十九种的这音声，内中包含六道、四定、空、无常、无我、无相、无缘解脱，拢予咱在座会当亲亲听个清清楚楚。那么在当时的大众听闻到这音声了后，也随着个人的根基而得到了解，个人的所喜爱去接受。所以讲起来，而咱呢随意所闹呢，就是讲当时在座的听众看到迄种随想了后，为人是。喜欢听什么声，为人什么声无喜欢，但是呢，拢各各随着个人会欢喜听，伊去纳受，各见其心，种种香花宝石衣服之所庄严。而迄个同时，也看到种种的香花、的香、的宝物，到种种的衣服的物件。来庄严到迄个场所，那么可见，诸佛菩萨特别降临，拢有种种的供养。这个种种的供养，就是显示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南佛阿弥说法，空中的有法物，法音流布，都有种种的庄严物品。这就是代表，这个法会，不是普通法会哦。这是非常殊胜美妙的大法会哦！这个法会的主角呢，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哦，一定是一个大成就者。所以讲，未到就先轰动，还未来，还未看到主角，已经就看到这的随相。那么，咱可见这位伟大的大菩萨，伊要来。都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呢，随想以外，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呢？象征呢？到底这位菩萨要来，咱有什么感觉呢？下面就要讲了，由各自见两手掌中持如意珠，总是一一如意珠中有种种宝，
后将一一如意自中奉诸光明，因光明故一一有情皆见十方，敬虔三等诸佛世界。这真正是菩萨未来就呈现随相，在法会中每一个观众手中忽然间拢现着一粒如意宝珠。也这个如意宝珠，咱也会使叫做摩尼宝珠。这个摩尼宝珠有啥物好处？因为伊就是无价宝。这个珠会当随心所欲，你想爱啥，伊就会现啥会乎你。那么随心所欲会变种种的珍宝宝物，也会当除掉咱的病苦。所以这个如意珠。就是呢，代表有着足侪足侪功德。那么，这如意珠一般咱是用来譬如这个佛法、甲佛的德行，啊来表现着伊的经典的功德，所以拢会时常用着这个如意珠的名。那么，到底世间真是有如意珠吗？如意珠是出自叨位才有这个珠呢？这是根据经典记载，伫咧讲，讲如意珠就是出自一种鱼，叫做摩羯的摩羯鱼。这个摩羯鱼呢，这种鱼足大尾，啊，伊的头壳呢足大粒，伊的头壳脑底有一粒这个珠。啊，你要抓到这条鱼，唔是遐简单，这种的鱼佫会讲话，所以你要抓到伊，也无遐简单。那么你这个脑中有一粒如意珠，哦，这种鱼也有珠啦，会出处啦。听讲呢，龙王呢，伊脑底嘛有一粒珠。所以咱时常你看到了中国人咧画这个双龙抢珠，就是代表啥？龙内底有一粒珠。这粒珠就是如意珠，因为这粒珠足宝贵，所以大家烧钱要抢嘛。也嘛会使讲，龙伊个珠伫伊个身躯内底，假使即尾龙若把珠吐出来，安尼就是等于伊个元神光彩已经无去啊，生命就是爱休去啊。所以你要得到这粒珠，嘛毋是遐简单。过来听讲呢，地色天个天主，伊有手里拿一支金光体，伊迄支金光体呢？听讲，甲阿修罗相拍的时阵哦，有去降落一块落来，迄块呢就是如意珠。佫有听讲，如意珠是出自底，出自佛的舍利。佛的舍利内底呢，伊有一粒如意珠。所以各位，你莫管伊讲如意珠是出自叨位，反正呢。你会当得到一粒如意珠，这叫做无价宝。如意珠毋是像咱普通伫咧讲讲珍珠啦，也是讲吼水晶珠啦，也是啥物珠，毋是哦。迄个如意珠呢，可能即马世间是无得找啊啦。啊，毋过呢吼，咱听讲呢，台湾的生意人去大陆，讲去买一粒如意珠，讲迄人迄组团的如意珠。结果买回来台湾，为着买迄粒如意珠，命险无去。啊，有影迄粒敢如意珠，迄就是不如意啊。那如意哪会命险无去？如意就是心想安怎就安怎，佫会无去。所以迄粒毋是正的啦。哦，啊，那是讲看到呢，迄个叶仔啦，啊是石头啦，啊是讲宝石呢，结一粒敢若圆圆敢若珠，迄个珠是会使讲是。各种宝的珠，但是袂当呢来以如意珠来说明。如意珠在你的身上，你呢伊嘛阉掉，无随便放看。而且呢，如意珠伊会放光，所以各位，地藏菩萨，敢若地藏菩萨手中才有一粒如意珠。地藏菩萨的这粒如意珠，其他菩萨无人咧揢如意珠吧？
只有地藏菩萨才有名。所以各位，咱在做佛教徒，看这尊佛祖、这尊菩萨是到底这尊是啥呢？伊那装安尼拢同款同款，咱看啥物恁敢知？哦，看的手刻的是啥物物件？坐的迄只兽是啥物件？咱就可以断定这尊就是啥。你看，咱大陆那咧装迄个西方三圣，也是咧装迄个三大师。观世音菩萨、文殊普贤拢同款徛起、徛像、甲徛西、徛独角西。那么你对对看出来，对伊的手，观音就徛盘嘛、流机嘛。啊，那是文殊就压剑，搁徛珠啊。啊，那是普贤呢，有他就是压如意啊。所以咱看伊的手中所刻的物件，啊，即阵就是啥？即若讲连这看无吼，安尼足外行的，你敢知？所以咱袂使呢，讲哎呦，即阵是啥哈？是啥哈？请问你的，啊，你都唔捌啊，我较会捌啊，是毋是安尼讲？所以咱若看到，应该合理，一看就知影，嗯，看卖啊咧。观音吼，伊这头壳顶遮吼，一支，有一支净盘，一支阿弥陀佛，遮有一个阿弥陀佛，观音就是遮有阿弥陀佛，迄阵就是观音。啊，那大势至菩萨，遮有一支净盘，迄阵就是大势至菩萨。所以尊佛像唔是乌白改，倒一个物件甲倒来，看水就甲倒来，袂动咧。伊有伊的表现。今仔你尊地藏菩萨。你家地无也好，无地无也好，地藏菩萨一定手摕一个明珠，举一个色中。啊，你若安尼讲起来，人迄个道明和尚嘛是举色中啊，啊人呢阿难尊者嘛举色中啊，可是无摩尼珠咧。所以各位，阿难也好，民国道明尊者也好，伊有举色中无毋对，可是无摩尼珠。所以这个摩尼宝珠呢，就是在地藏菩萨的手里。那么各位，恁家己想，地藏菩萨掌中有一粒明珠，伊会当随心弯弯，这粒叫做如意珠，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代志哦。今仔日呢，地藏菩萨要来进前，在会的每一个人手中忽然间拢一粒摩尼宝珠，拢一粒珠在因的掌中。亚林，这个时阵，这粒珠会产生什么功用呢？一一拢有种种宝，种种宝就是讲世间所有的啦，这些七宝啦，这些呢金银啦、金钱啦，所有的贵重物件，拢对这个珠产生出来。那么各位，你看着经文。你就知影讲啊，这真正实在有够下难的啦。因为咱娑婆世界众生吼，都是上善者啦，大家拢拼生拼死咧拼啥咧，赚淡薄仔钱啦。啊，为着贫穷啊，所以讲，各位恁拜地藏菩萨咧，拜了上吊啦。咱无钱，咱无福报，咱要爱啥无啥。咱哪会晓呢？供养地藏菩萨，拜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迄粒摩尼宝珠，就可比亲像伫咱的掌中。虽然地藏菩萨刻咧，毋过呢，因为咱心中有地藏，所以咱的手中嘛有一粒珠。这粒珠就是代表啥？你若好好修地藏法门，你若呢供养地藏菩萨，你就会当呢。亲像地藏菩萨有一粒摩尼宝珠，会当五宝，会当戒贫。那么五宝戒贫就代表啥？代表咱的福德啊！咱拜地藏菩萨的人，都是有福有德啊，唔但当来得到这个无形中来赐予咱的宝啊！也这粒摩尼宝珠不但是五宝来予咱，佫会放光。所以明珠照彻天堂路。金色金开地角门，所以这个摩尼宝珠的光直接照到天堂去。那么这个光一一幽情改建十方，铁铁沙顶的诸佛世界，
迄个光会透过即个光，互咱看到呢，足侪足侪足侪世界，有偌济，亲像恒河沙遐济。净溪沙就是恒河沙，亲像恒河沙遐济遐济会祝福世界。所以各位，世界有偌济，咱时常听到佛讲三千大千世界。毋过咱较看嘛，即个世界，吼、哦，其实咱毋知影世界还阁足济。啊，伫遮济世界内底，照着地藏菩萨的光，咱就会当看到哦。所以各位，光就是代表啥？代表智慧。你要修地藏法门，你若无福报、无智慧的人，念地就退堂啦。予人讲两句话吼，你就毋敢拜啊。所以讲，爱有福、阁有智慧的人，伊咧恭敬地藏菩萨、拜地藏菩萨，伊才有够迄个胆量。啊，若无呢？最近时常呾啦，因为时机较无好嘛吼，啊，趁较无食嘛，即地藏菩萨吼嘛足可怜的。吼、哦，即摆你若趁无食吼，啊人若佫撞到一个讲，哎、欸，你来甲阮兜看觅，看我即摆最近是安怎生理拢做拢袂好势呢？哎呀，你就是拜祭啦，你拜祭吼阴的啦，所以你吼事业则袂顺啦，家庭则袂平安，啊袂安怎？即无请出去无法度，即无请出去无法度。所以最近吼，我常常撞到人请地藏菩萨要转来圆教施行，安怎？我甲讲，啊，你是安怎拜了安怎？无啦，啊，着吼，诶、欸，都吼无所在咯。啊，较早都有所在，即摆开始变无所在咧。你还讲袂好势？我讲你是毋是高雄？诶，高雄佫甲你指点着，讲毋通拜啊？那是对啦，啊，着人讲我拜这吼、個，迄内底吼讲空的啦，啊，迄内底讲有黑啦，我讲对一位无黑，对无？所以各位足可怜。真正爱有智慧，搁再有福德的人，才拜得起。啊，若无吼，我讲你若请出去，你若请出去，你马上无福报。啊，你若想讲吼，你要有福报，你搁请回去供养，你自然就有福报。即摆来听我讲安尼，讲安尼呢啦，无吼，哦好啦，无我搁请回来拜啦，拢是安尼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下面咱就来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妙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地藏菩萨。